向真奇敬礼。告别鲜红火热的军旗，离开守护多年的香港，香港的繁荣稳定有我们共同努力的汗水。我怕我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教练再也等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获了祖国五湖四海的战友情，然后就是让自己在以后的生活中面对困难和挫折有了更加从容的心态跟信心。从军的这段经历还有在我们的驻香港部队，我觉得就是也是非常留恋的对这里，然后留恋这里的人和景，留恋这里的战友，就是还是非常依依不舍的。我觉得是挺刻骨铭心的，虽然有很多苦吧，但是现在回忆起来，我都还是觉得令人难忘。结下了很深的感情，然后到最后走了之后还是挺舍不得的。真的就是真真切切的，你到了那一刻，你真的就是要离开这个单位。离开你这个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我觉得懂的人自然会懂。懂战友，他真诚。